国之前出现过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，看韩剧的人估计都对她有过印象，那就是郑多彬，小时出演《美妙人生》中的小心扉，让很多人都被她萌得不要不要的。小时候也是真的可爱，婴儿肥都带着萌萌呆，当时多少人看着这个小孩表示以后要生一个小女孩，而之后还有人担心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会不会长残，而现在就告诉你完全没有。郑多彬长大之后依旧超级好看，尤其是逐渐从可爱转变成了美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大眼睛，脸也是带一点点婴儿肥，但是看着真的美，非常懂得装扮自己，每一次秀出来的照片都是非常漂亮的小姐姐，小编真的要羡慕死了这样从小美到大的女孩子了，看一看简直完美啊，只不过眼看着曾经的小女孩长成了这么美的女人，不禁感慨时光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了。而你喜欢这样的郑多彬吗？大家甄别他一下整容没？